集听其言，会介绍教育界以及医学界功能界别的候选人政纲，撤回制度教育。国民教育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余波未了，家长和关注团体、德文教育局拒绝在九月开学前撤回国民教育科，双方僵持不下，教育界在这方面的意见亦相当分歧。